棒球迷都很期待的2023世界棒球经典赛，现在 MLB 的官方呢公布了这个30人名单。不过在 A 组的图片上竟然没有台湾的球员。不止如此，4个分组20个参赛队伍当中也独缺了中华队。台湾经典赛的承办单位汉创运动也表示，已经在第一时间跟大联盟反映，同时向 MLB 表达不满，但是目前还没有得到正式的回复。而无论是在哪一个社群平台，都有许多的台湾球迷在图片底下留言，希望大联盟可以给予台湾的球员尊重。而且台湾还是本届经典赛预赛的主办国之一，竟然被官方漏掉了，真的是严重的疏失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